湖的风景非常的优美，尤其是西湖有一间酒楼或者蝶梦楼，更加是闻名四部。蝶梦楼内底面美女如云，而且个个都是精通的琴棋书画。伫遮出入的人客拢总是大江南北慕名而来公主夜宵，甲一挂名门奇商。来讲即一天，西湖风光明媚，如诗如画。在日子当中，有一个英俊的书生坐在一台小船的顶面，来伫咧吹出伊优美哀婉的洞箫。这个箫声如痴如醉，如诉如怨，亲像一个身世不幸的小女，来伫咧感叹着伊自己命运的凄凉。听这个箫声，就可以了解吹箫人伊的功力不凡。箫声引人幽怨，使人听起来到底如痴如醉。箫声太迷人了。就在这个时阵，有一台伫咧游湖豪华游艇，在伫这台游艇的顶面，雄雄来探头，行出到一个阿那得主的少女。这个少女显然是在伫船底听到这个箫声，忍不住走起来船头，要来看这个箫吹箫的人。伊一定是一个真爱听洞箫的人，无错。这个少女爬上了船头，徛在了船头边。伊的目睭抓周围找一遍，终于来发觉坐在小船顶面的吹箫郎。这个时阵，吹箫的人已专神贯注，箫声是愈吹愈哀婉，愈吹愈甜蜜。这个少女是听甲连叮当都拢无叮当。在船底所在，即阵不时传来着饮酒话滚甲笑声。原来船底是当地大好野人，也就是周公子，也甲侯甲侯公子，伫遐来伫饮酒作乐。而即当阵走出来伫桥头的即名姑娘，毋是别人，伊正正就是蝶梦楼内底面的艺旦才女杨婉清。讲到婉清姑娘，伊在西湖的名声会使讲是如雷贯耳，武林不敌，哪个不晓？婉清姑娘伊精通琴棋书画，吟诗作对，会使讲十八般武艺行行皆灵。虽然伊出身是艺妓，但是毋知迷失了偌济大江南北的花花公子，普通是有够资格。来到蝶梦楼找婉清姑娘陪酒的人，除了家世罕见，普通人是无法度伫遮来出入的。现在婉清姑娘已经被着箫声带入到伫完全梦五的境界了。这当阵，在伫伊的身躯边，忽然间来出现着一个穿插打扮非常豪华的少年家。这个少年家啊，就是豪界豪公子。侯公子走来到伫婉清姑娘的身躯边，伊伸手对伊肩胛头甲花咧。婉清姑娘即当阵听甲拢总毋知影人到位啊！婉清姑娘，婉清姑娘，听甲拢足足足啊！是侯公子你啊！哟！原来啊，伫咧船底，我四处找拢无人。婉清姑娘，你就是坐哩偷偷去咧船头咧听洞箫啊？头拄则我一个行来到你身躯边啊，你拢总完全唔知影。看你安尼听迄个箫声，听甲遐出神，听甲心门拢无去哦。哈哈哈哈！婉清姑娘，你若爱听箫声，咱会使叫迄个吹箫人去来船顶啊。好一点，婉清姑娘面头前，点啊分一啊够开咧啊！好公主，吹箫的人你也唔捌啦，那好意思咧！哈哈哈！婉清姑娘，吹箫的人我是唔捌哩，无唔对。
但是伫杭州一带，你想凭我豪良的名字，敢有人会唔捌我心？婉晴姑娘，你看我的，好不好？我甲你邀请这个吹箫的人起来，咱尊顶哈。哎，吹箫的，哎，吹箫的，侯公子连叫几啊声？这个吹箫的人，这当阵敲声总啊停止落来。吹箫的人慢慢由这个小船的所在总啊徛起来。原本伊是脚车片硬着，婉晴姑娘因这台豪华游艇。来讲，这个时阵，当伊徛起来，婉晴姑娘才来详细看到这个人的背影。伊身穿一身浅蓝色的长衫，头白头巾，生着是安尼，非常的文质彬彬。徛在你尊顶的所在，一个看起有种玉树临风的感觉，非常的飘逸潇洒。这当阵来讲，在迄个小船顶面，这个吹箫郎慢慢已经歪头过来了。喂，吹洞箫呀！小姐咪啊！哟，我以为什么人呢？原来就是小姐咪哦！好良好公主心，哈哈，幸会幸会，想袂到咱两个人会当伫遮来见面。你也来伫西湖所在过船啊，也来遮一个游湖心呢。哈哈哈！哈，正拄好，正拄好。哎呀，细欠兄，眼型不浅嘛，你家己一个人是嘛？哟，一个人安尼走来西湖过船啊，伫只吹箫啊，不只啊诗情画意嘛，嗯？细欠兄，起来起来起来，阮这只大只船，大家坐阵来娱乐嘛。好公主，免客气啦。你的好意我给你心领。你跟你的朋友斗阵，我也拢无熟悉啊。我看，我也是卖去你啦。哎呀，讲什么呢哈？什么你无熟悉啦？拢你熟悉的朋友嘛。万家三公主啊，还有周少爷，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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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客气嘛。哦，既然才是安尼，也无，好良啊，我就无客气咯。哎呀，客气什么呢？来来来，请请请。哈哈哈！哎呀，幸会幸会，细欠兄，婉晴姑娘，我给您介绍一下哈。细欠兄姓德，德清的德，伊是咱杭州城的财主啊。岂敢岂敢？杨婉晴，家的公主你见咧。细欠兄。这位就是在网楼里的宅女姓杨，叫做婉晴。哦，婉晴姑娘，幸会幸会。今天你两个当见面哦，嘿，我感觉讲有一句话真适当，人咧讲哦，这宅主佳人。行行行，细姐妹，你要去准备听音一番，稍等下吼，先算给你表现一下。婉晴姑娘哦，足欣赏着你迷人的笑声呢，哈！拄只吼，你都无看到伊伫船顶的所在啊，听到你笑声，听甲安尼心魂颠倒哦，哈哈哈哈！稍等下吼，细姐妹，你定好好啊演奏几曲啊，哈！哈哈，过奖过奖，细姐妹，婉晴姑娘，来来来，请请请。在伫这个船底所在，一家人拄好踮遐啉酒，啉到天花乱坠，啉到安尼狼狈不堪。来讲万家的三公主，啊，甲着周公主因一家人，看到德世谦来到位，感觉无限的光彩。有时大家捧起酒杯，你敬我，我敬你，酒一杯啉过了一杯啦。来讲无偌久，德世谦伊也带着了几分的酒意。在你这场宴会中间，婉晴姑娘伊负责为着德世谦来伫咧倒酒。侯公主的侯良无意中间来发觉德世谦对着婉晴姑娘印象真好，而且婉晴姑娘也来甲着德世谦感觉讲真适配，
所以校长伊有意要来制造机会，和这对的财主家人会当来成双成对。有时校公主伊不时都捧酒要甲敬伊晚清姑娘。特色欠伊武汉林乡小局伊不时都伫替着晚清啉一盘烧酒。就安尼，因两个人好亲像，也互相有种的默契。晚清伊时常含情脉脉，抓着特色欠伫咧偷看。而德公主也目睭不断停留在了晚清姑娘的面上，因的内心拢有一种无限的思慕甲期待。这次的机缘，在晚清姑娘甲德公主心灵的深处，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了。来讲自从的德世谦德公主。对西湖倒转来了后，伊深深为着杨婉清所迷。伊是毋捌去过风月场所的人，会使讲一概着心存啊。德世谦也开始偷偷瞒白骗母，时常着走去找婉清姑娘。因两个人经常在伫蝶梦楼吟风弄月，一个是财主，一个是财女。在世俗的天地中间，因有说不尽的绵绵情话，也有相逢恨晚的感觉甲无奈。因两人的感情进展去真紧，无外久，因就双双坠入到情欲中，难分难离了。小姐，已经这么暗了，外面面的雨这么大，我看这种的天气对小爷不来了啦。不然什么人跟你说我第一天好对小爷？小姐，当我对你这么久啊，你的心思感觉我看不出来啊。四十五岁了，别在那胡白乱摇啦。小姐，说真实的啦，你也是哦，两早睏较好啦。因为你来拒绝迄个张家少爷邀请，你妈妈足无欢喜的呢。明仔哦，迄周少爷讲要招待你去游湖。啊、哦，要阮妈妈敢有答应？当然嘛是答应啊。人周家有钱阁有势，伊要哪会甲伊拒绝嘞？顶回遐我有听周少爷迄个罗财伫咧讲，讲因少爷想要带你倒转去做第四房的姨太太呢。病医也可无资格嘞！小姐，话虽然是安尼讲啦，人周少爷伊肯开钱，你妈妈又阁遐尼爱钱哦，所以你无小心袂用的啦。你若真正吼有介意迄个特少爷，你着紧叫伊来想办法啦。也若无哦，到时阵哦，着后悔莫及吧。你袂哩，又阁伫乌白乱讲话啊！小姐，我是爱你好的，我是为你第一设想呢。贝尼，我知影你关心我，狂草囡仔的，你是知影什么的？参像德少爷，因迄款家世，世代思想，家教又搁遐尔严，敢是我这款青楼女子会当过盼的心？在少爷伊面每遍来，拢是偷走出来的，唔敢予伊的爸母知影。你想，我敢有可能入去因德家的门？唉，贝儿，你去准备纸笔，顺续甲我抹目吼。小姐，你也唔困哦？你要阁写信写书哦？每回啊，一个写就写到天光才要睡，安尼你的身体是会怕歹去哦。叫你去准备，你就去准备嘛。你是在啰嗦什么？好啦好啦，我来准备啦。有时，贝儿从我开始为着晚清准备着文房四宝。晚清姑娘坐在了主桌前，这个时阵想起着自己凄凉的心事。
细汉爸母早死，孤苦无依，何爷阿叔家卖入到荒田的所在，历尽沧桑，寄身在青楼，难逢知音。如今想起着所爱人得世欠，又搁因为是出身名门世家，因两人是文不通，武不对。因是真心相爱，偏偏环境来阻碍，想来到这不甲晚生姑娘以比将心中来，伊慢慢地写出着一首的诗词。这首诗是讲：花开不动香，花落不动悲。欲向相思处，花开花落时。伊拄写来到这时阵，等来讲这当阵的背语啦。雄雄搁外口面走倒入来了。小姐，德少爷来啊呢！啊，德少爷来啊！婉清姑娘听了讲德公子到啊，伊非常的欢喜。来讲就在这当阵啊，德世谦已经大步踏来到伫伊的房间门前了。婉清，世谦，婉清，世谦，你哪会这阵才来呢？这么暗，我嘛偷走出来，我就惊讲你已经困啊。你看你啦，规身躯好好阿家来等你咯，我先紧腾起来，我叫贝尼给你提一行。嗯，好，婉清。嗯，今仔我是南湖来，这场雨，我感觉讲或者想死吼。世谦，也你会主动呢？哦，他拄才你入门的时阵呐。我有遇到你的查某囝贝姨，我有交代贝姨吼，先该按来去休困啊个。你意思是，因阿无要倒转去？除非是你赶我走，那无，我决定因阿要留到天光。世谦，婉清，你好亲像散去啊。都嘛是你。害人每日痴情伫个空等，婉清，你伫个怪我心？你敢知影讲我来要出来一逝，实在是顶天为难，非常无简单。阮阿爹安尼啊，甲我管甲真严，我个家后又搁甲我缀条条，像你缀犯人共款，永远袂当来见你，是我利用机会。拄好家咧请人客，我调人找一个借口，我免踮伫侯良因兜来过暗，我才当偷偷来遮看你。细谦，我会当了解你的苦心，我嘛知影你的处境，我并无怪你。你若会当了解我，安尼我就安心了。婉清，你桌顶放纸笔。你是在写什么？凊彩写写咧，无什么啦。我看卖咧。什么？花开不动香，花落不动悲。欲向相思处，花开花落时。婉清，我会当明白着你的心意。你写这首诗，你的目的是要让我知影。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我会帮忙你跳出火坑，予咱有一天会当永远的调息相处。世谦，咱莫讲这啦，我叫贝尼去准备酒菜，咱来一个金雕幽酒，金雕醉。婉清，你话讲，我是伫甲你讲真实的，我决定要带你，明仔载我若倒转去。我就要甲阮阿爹阿娘讲，我要甲因讲，我要带你。也若恁妈妈家，看爱偌济钱，甲你赎身，才会当解决的。你问一个清楚嘛。世谦，你知影迄是无可能的代志。莫讲你的爹亲唔肯，你的夫人也是袂来答应。世谦，咱莫讲这啊。咱两个人是无可能有结果的。婉清，请你唔通这么消极，假使我来当克服着顶顶的困难，我问你，你愿肯要嫁我无？我，
足烦恼的。咱两个人的代志，不只是干那环境的问题。我妈妈这边随时都给我压力真大。你敢知影？周少爷要跟我学新的代志。什么？周少爷要跟你学新？嗯。你妈妈是不是已经答应了？也未。但是我妈妈答应伊，叫我明仔载都爱陪伊去游湖。完成。你袂用个答应，你固执介去啊！你想，我敢会用个无去的心？什么？哦，要哪呢？我要安怎呢？细欠。我一定要叫你跳出的火去。完成，你等我。明仔载回去了后，我一定要困去我阿爹阿娘。我一定要带你，我要带你啦。细欠。完成。无可能，唔免讲。阿爹，完成是一个新鲜花，知书达理的才女，今日才亲像安尼恳求你。阿爹，你让我出来过门好不好？阿爹，哼，免讲，明显啦，唔通好，唔通好。今仔日细欠要安怎样做？有阿爹伫遮为你做主啊！阿爹，你也替我做主啦。阿爹，完成虽然出身是青楼的艺旦，但是伊是一个未艺不艺心的才女。伊可以讲是出污泥而不染，知书达理，有才华。杭州城内，大家人拢称呼伊是才女。阿爹，我请你唔通偏见，你答应今日的要求，今日已经无法得来离开伊啊。好了好了，你无需要阁讲落去啊。阿爹，公公，你一定得替新妇做主。阁较安怎讲，新妇的爹亲嘛是进士出身。那我嘛是官家的小姐，世俗上讲，伊若是要将青楼的姑娘，该出入门者，有伊就无我，有我就无伊。你放心放心，阿爹替你做主哈。是啦，慧仙呐，你唔免着急，这件代志吼，恁公公会替你做主啦。世间嘛，咱是师兄世家啊，你一个读书人。你是册读对倒位去啊？你无想讲咱是啥物身份？你今仔日竟然要甲带一个青楼的艺妓入来咱爹家，哈？安尼是生啥物体统？阿爹，元清姑娘虽然是青楼的艺旦，但是伊好啊，伊怎样啊？伊佫较有才华来讲，也是一个烟花查某。俗语在讲，讲了真好，女子无才便是德。知书认字、写诗作词，反倒当是乱性。你若要甲我娶细姨啊，阿爹无反对。咱厝内有真侪查某囝，看你介倒一个肥的、软的、瘦的、老幼在你，互你去拣，我绝对答应你。也若要甲我娶迄个烟花的查某倒转来吃，卖害门户就断言免讲。阿爹，也可有？我从今以后不准你甲我踏出着一脚步，我不准你搁再去到电网楼的所在，也若无你小心加法处置。哼！阿爹，阿爹，阿爹，阿娘，细欠嘛，打恁阿爹的做人，你也毋是伫毋知影。我看哦，你也是死心呐，哈。阿娘，你要叫我安怎样死心？我爱婉清姑娘，我爱婉清姑娘，为什么你拢袂当了解我？阿娘，我要安怎就好？我到底要怎样才好？
台公这边叠望楼的杨婉清，婉清姑娘自从细欠倒转去了后，伊抱着了真大希望。伊日夜伫咧期待，伊盼望着细欠倒转去了后，会当早一天来娶伊。可是日子一天经过了一天，细欠伊不但拢无消息倒转来，真是使伊每天望穿着秋水啦。得秋身感的婉清姑娘，现在更加是愁上加愁啦，伊每天都坐立不安。得不舒，还不要。唉，已经五天了，细欠倒转去五天了，拢总无消息来。为着细欠，我毋知影拒绝偌济应酬，得罪偌济人客，妈妈总是无欢喜，面后面臭对我讲，亲像细欠。那款的世家公主，伊无可能会来娶我。伊对我只是花言巧语，放一场作戏。妈妈劝我都要将伊放好袂记的。细欠，你敢存心在戏弄我吗？我不爱相信，我不爱相信。细欠不是一种薄情的人。伊对我一往情深，伊绝对毋是一个无情的人啦。可是，我已经足足等五天啊，为什么伊无来？细欠，我求你，你紧来！你敢毋知我是偌呢着急的？细欠。婉清姑娘正在为着细欠无消息伫咧苦相思，来讲这一天细欠伊会主动来找婉清咯。啊，阿东，李小爷伊咩无来呢？小姐，婉清姑娘啊，阮小爷吼，伊都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阿东啊，唔敢讲诶。做你讲，到底是为了什么代志？在小爷内拢无消无息嘞。我敢会使讲？你紧讲，吼。不要紧呢啦。不要紧啦。好啦，阮请姑娘啊，迄代志是安尼啦。迄一天哦，阮巧爷对伊家转去了后吼，就转去甲因老爸讲啦，讲要娶你啦。好啊，阮老爷歹性情，好歹敢那芳嘞呢，唔肯啊，讲唔得唔啦。啥？阮老爷讲吼。讲若要娶妾伊吼，讲啥物？阮内底足济啦，伊无像讲阮内底遐拢歹，敢若我阿东啊都看无佮意啊，讲叫伊内底紧啦，迄阮巧爷要较快下得啦。讲啥物？讲个伢娶你哦，阮咧拉爷哦，真正真无理啊！讲啥物？若娶婉清姑娘，讲倒去就是败坏门风呢。啥物？佫毋是安尼尔哦，阮个小奶奶啊吼。弟弟甲巧爷吵呢，阮个奶奶也讲哦，若要娶因外查某吼，讲伊气有哪唔答应呢？阿东，那安尼恁巧爷伊即几工是安怎在度日嘞？吼，阮巧爷足可怜，逐工拢安尼吼，脱困无奈，拢未食未困，毋过半暝又起来偷食点心，我捌出来一过着影。阿哥吼，别放心啦，拢烦恼你呢，毋则讲叫我紧来甲你。看一看呢，阿东，你倒转去，甲恁小爷讲，讲我真好滴嘞，叫伊放心，唔通为着我甲老爷夫人在操劳。即使恁老爷甲夫人，伊若是答应予我入去德家的门，我妈妈，伊也是袂来放我走，我实在是无够资格做伊的妻妾，阿东，请你转告伊，你甲伊讲，我是无可能嫁伊的，以后叫伊毋免来找我。对啦，只有一张批，拜托你摕转去予德少爷。哦，安尼哦，好，这张批要予伊，安尼尔吼。嗯。啊，剩的无交代啊吼。无。
哦，安尼好啊，啊无我要转来去啊哈。来，目睭金金看到了朱仝倒转去了后，这个时阵的晚清姑娘，伊在啊忍不住的伊满腹委屈甲伤感，烧落目屎。晚清姑娘伊老早的料想到伊甲世谦是无结果的啦，伊爱世谦，伊现在是希望世谦会当细心来看破。所以讲，伊怕等的喙齿甘灰吞，伊忍受着伊肝肠寸断的痛苦，伊写了这张批来拜托着阿童退回去。这张批内面是一首断肠诗，这首诗是写讲相思深海深，故事已经不堪回首，泪滴千千万万行，心碎愁断肠。见面时难，别也难。前生无缘，后世再结连理。日日相思，句句断肠。这张批交予着世间的朱仝退回去了。哎哟，小姐，好心的啦！啊，但你嘛唔当安尼，逐工哦，安尼伫咧折磨你家己啦。小姐，你若伤心要哭哦，你就安尼痛痛快快放声大哭嘛，你莫激点的心肝底人吼、哦，小姐。为你，我不要紧，你出去，你莫管我。哎呦，小姐，啊你讲不要紧，你哪会伫遐哦？小姐，你足可怜的呢，为你。人哋讲，爱是最甜的物件，失恋是最苦痛痛。满腹的期待和希望，结果化成为水泡。哪里适合的晚清姑娘未感觉心痛呢？痛苦的人不只是干那晚清姑娘一个人，另外这一边的世谦，伊也是一个可怜的人。为着晚清，伊不但唔甲因老爸老母讲话，而且伊也拒绝着甲伊家后来同房。伊每工都是将家己关在咪厨房内底自哀自叹。借酒解愁，为爱痴情，为情所困。最得痛恨的，就是当伊来收到晚清姑娘叫朱仝退回来迄张批信。晚清姑娘在批内，迄首断肠诗的用意，就是劝伊讲爱细心看破，无定即世人注定是无缘的，望后世人再结连理。可是放出的感情。就那亲像水泼落地难得收回，就是要叫着伊细欠将着晚清姑娘给放互袂记哩，叫伊细心来看破，这哪有遐尔简单呢？恋爱梦袂当来团圆，已经是有够可恨咯。如今晚清姑娘搁再来袂当了解伊，哪里叫伊袂怨叹呢？什么都可以袂记哩，都是要叫我将晚清姑娘你的面影放袂记哩。这是何等残酷的事实！哦，你太残忍了，晚清姑娘，你给我细心看破，敢讲烟花的查某真正无一个有感情的人吗？枉费我，枉费我得世欠一片的真心来对待你，晚清，我恨你，我恨你！唉，世欠嘛。风尘的查某本来就无感无情，伊只是甲你伫风场做戏，啊！你煞安尼用情遐尼啊深，无猜你伫读圣贤书哦，读书读甲安尼拢戆戆去啦！唉，细欠嘛，听阿母的话，唔通搁再安尼自暴自弃，也唔通爱逐工饮酒啊！咱爹家是干那望你一个那尔，你是袂当懵懂的，知无？啊！细欠那听着老母安尼伫咧讲，伊就愈想愈恨。显然，伊对着晚清姑娘有淡薄的误会。
伊毋知影讲婉清姑娘并无比伊较好过，伊毋知影婉清所受的相思折磨是甲伊共款的。现在世谦若毋是讲伊行动受了控制，伊老早就去到蝶梦楼来找婉清姑娘咯。来讲这一天，在伫蝶梦楼这边，婉清姑娘已经连连几啊天拢总无食到半粒米，面色是苍白，甲无甲半点的血色。伊徛在伫蝶梦楼靠近着绣房的窗仔口，两蕊目睭失神失神，也西乌乌水看甲无转轮。这当阵，伊看甲出神，伊看见在伫水中的所在来浮出着两个人的面影。查甫是细谦，细谦面带着笑容，身穿着新郎的服装，徛在你细谦身躯边的人，含情脉脉，正是婉清姑娘。这是何等使人得罪的情景啊！婉清姑娘，伊看看甲出神，伊幻想，伊迷茫，可是雄雄一个水泡，将着湖中的情景给拍散了。在这当中，伊软着无力翻头过来，雄雄伊才看起在伫蝶梦楼的楼卡的所在有一个真熟悉背影。婉清姑娘伊目睭定金，险险唔敢相信迄个人就是伊日思夜梦所爱的蝶细谦呐。一当阵来看起着细谦的到位，婉清姑娘情不自禁，伊无顾了一切，对楼卡三步做两步，从啊走落来了。细谦，细谦，细谦。婉清姑娘伫万般兴奋走来到细谦的面头前，来讲这当阵的细谦真奇怪，伊拢无表情，伊拢总无任何反应。伊来看起着了婉清姑娘的时阵，伊只有是目睭里爱紧紧地咧看。婉清这阵才发觉，细谦，伊发现着细谦的目睭沾满了红丝，规身躯的臭酒味。细谦啉酒醉，细谦。你饮酒，哪会要饮到酒醉呢？细谦，来，我扶你入来房间休困。免，闪！你莫加叫，你这个臭钱的查某，你这个无心肝的查某，你欺人我的感情，枉为我一片的真心在对待你。想不到，想不到你竟然下批叫我爱死心看破，你不爱我，你当初何必对我虚情假爱？我今麦才知影我是戆人，我今麦才知影我皇帝的查某是无感情的啦！只有我这个戆大呆，我才把你当作是一朵好花在看待，空思妄想。竟然回去跟我徐大人用心计较，我要带你，要带你做我的车车。我觉醒啊！我今天来的目的，主要我就是，我要让你了解，我袂再戆落去，我会看破，我会死心，你听有无？细谦，你误会我，请你唔当侮辱我。一切一切，我拢是为你好的。你若恨我，你可以打我。我希望你唔当看见到皇帝的查某。我无爱听，我拢无爱听。你明明是在欺骗我的感情嘛？你的目屎是粗俗的，是虚伪啦！我袂阁受骗啦！我袂阁听你的鬼话！细谦，我想袂到你是这尼啊无讲道理的人，你使我太过失望咯。你敢知影？我是为谁憔悴，为谁憔悴？哼，为什么啦？我知，为迄个有钱阁有势，要甲你赎身的周公子对吧？什么？委屈
又搁被着所爱细欠的误解，一时晚清姑娘伊气怒攻心，本来身体有够虚弱的伊，一个气落到地煞总啊昏去了。这当阵的细欠非常的薄情，连一点啊关心都无。兄弟查某干的陪伊拄啊走来到位，伊赶紧对着晚清姑娘总啊甲扶咧。小姐，小姐，你是安怎啦？赵少爷，你哪会安尼啦？你是把阮小姐刺激什么啦？哎呦，你足无良心的哦！阮小姐为着你变小事，你无看伊安尼嚣张到无成人啊！你今仔日不但无甲伊安慰，等到等你过来刺激伊，哎呦，你安尼够伤人心啦！贝姨，贝姨，林小姐敢真正拢总是为着我想？不是为着你，无敢会是为着我想？紧啊紧啊，阮小姐昏去的啦！你赶紧把阮小姐带来去房间，我来准备姜汤啦。啊，好好，我今日带来去房间。特色欠来听到查某囡仔陪伊的话，起头伊才了解，伊才知影讲伊完全对着晚清姑娘有所误会了。伊唔敢怠慢，及时总啊将着晚清甲插入个房间。陪伊也真紧的准备了姜汤来互伊食，无外久了后，晚清伊也慢慢自安尼精神起来。伊虚弱又搁无力，目睭来盯紧一个看，拄来看到细欠。坐在伫伊面床头，一时不觉悲从心中起。这当阵又过来看起着细欠满面的忏悔，细欠加足瘦，加足操劳的，不觉伊也阵阵心酸，伸出着双手对着细欠颔仔骨甲勾掉咧。伊的目睭老早都模糊，看袂清楚了。而这当阵的细欠也无限的怜香惜玉，含情脉脉。将着晚清甲揽入在伊个怀抱，查某囡仔陪伊看甲一个歹势，家己怎啊无依无依，鼻也懵咧出去了。晚清，原谅我，拢是我对你误解。细欠，我无怪你，我以为你袂来啊。啊，我的行动一直被阮阿爹控制掉呢。一卡步都唔肯我出门，那无我早就来啊。细欠，咱是要安怎？我实在唔甘，让你为了我受尽了折磨。你有这好的门风家世，你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为着我，害你伫受苦。细欠，拢是我害你。咱是要安怎呢？晚清，咱两个人袂用做梦的。这两天，我来想一个办法。其实啊，我老早就想到啊，无定着这个办法，会当来改变着阮阿爹的心意，来答应咱的亲事。啊、哦，是甚物办法呢？阮阿爹，伊对我期待，伊就是希望我会当求取得功名，做一官半职。而我的本性呢，我最讨厌参加着科举的考试，我讨厌着官场的干杂。但是今仔日为着你我两个人，我要当来甲阮阿爹讲条件，只要阮阿爹若是肯答应，和咱两个人斗阵，我就要认真。来去求取的功名，参加科举个。细欠，安尼敢毋是伤过勉强你？完清，为着咱的将来，我甲你讲过啊，佫较大牺牲，我也甘愿。细欠，完清。你在讲什么啊？你来跟恁老爸讲条件，
哦，你讲我若答应，互你娶元清姑娘入来咱德家，你才要参加科技是？是，阿爹，为着元清姑娘，我一定会认真的努力，求取功名。阿爹，你答应我好不？你用这波来对付我啊！也卡输恁阿爹若唔答应，你要安怎啊？你唔得准备要甲我轰动一世人哈、啊？你这妖兽囡啊你啊！你用这波来威胁我心，阿爹，今日唔敢。哼！你搁嘴咧讲唔敢啊？啊！你明明就是这个意思啊！爹亲，今日是要求你老人家。会当成全我甲晚清，你得做面梦。阿爹，拜托的你答应我，阿娘，你老爷，老爷，你听我讲一个啦，咱细欠啊，伊也毋是一个糊涂的人，伊会遐尼啊爱晚清哦，一定是有伊的理由啦。可能这个晚清真是照伊所讲的。是一个卖面无卖身的查某囡仔，我看你也是卖遐尼啊固执啦。既然你爱咱细欠啊，求取的功名，不如哦就来答应伊啦吼。这夫人啦、啊，啊连你也得替伊咧讲话哈。哎呀，你刚唔知影讲啊，伫这个烟花的查某啊。伊若是讲，予伊娶入门来啊，到时农家散体，造成家门不幸啊！阿爹，晚清姑娘伊毋是普通烟花界查某，晚清姑娘伊足单纯的，正常是伊的命运无好，四大人早死，予伊阿叔甲卖入到这青楼，做着一名艺妓。其实伊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查某囡仔。老爷。你就暂时来答应伊嘛，煞袂晓等到咱世间啦真正中得功名的时阵，啊，你再来予晚清入门嘛。阿爹，只要你若是会当答应予晚清来入门，今一定认真来攻读的诗书，求取的功名。阿爹，我一定袂予你失望的。老爷，安尼好啦，吼，好啦。好啦好啦，我答应啦。但是细欠啊，目前迄个青楼的女主啊，晚清你也袂使甲带你到德家大门一卡步。你一定爱甲听候到，甲你若是中着功名了后啊，你才会当正式甲带伊做你的细姨啊。阿爹，我会听你的解释，我会答应你。多谢，多谢阿爹。终于啦，特赦欠来困觉的伊老爸已经拿原则上来答应伊，暂时的中间甲晚清姑娘来斗阵作对咯。当然这是附带条件的啦。即马再来讲另外这一边，在蝶梦楼这边啦。哎呦，查某啊，人客哦，青梅啊！慢走，迄个秀珠鱼啊，无啊，你出来讲人客青梅，我两粒目睭。这么大坑哈、啊、你才会说我青梅哎呦无啦不是啦不是啦周公主啊你听不到啦我是在话说里面的查某啦我是在说人客来了啦啊不都青梅大家不都青梅啊无看不管他出来按来人客这样啦哦说好说好势我别来什么人客青梅乱来你我好野人呢我来这开钱的呢我别来哎，是嘞啦，是嘞啦，你唔通误解啦吼。无内底只查某啊哈，即个大主顾呢，大财主呢，财神爷来呢。啊，恁来大家目睭尿尿尿，搁咧创啥？啊，毋着赶紧按来。啊，好啦好啦。周小雅，哎呦，你来呀哦，
人足想你的你哦。我嘛足想，我大家拢想啦，拢想。安尼，迄落吼，大家拢叫来哈，空内底拢叫来，拢叫来。我甲内底查某囡仔拢总叫来吼。哎呀，啊，至少也好野人嘛，对无？串唔知。好，安尼哦。周公主啊，查某啊，拢出来哟。对啦，咱这大人去教吼，一定袂使太慢。哎呦，周公主啊，内底查某囡仔吼，无论是每一个吼，秋香啊、春梅啊吼，一世界每一个都安尼足想你哦。啊，你若安尼这么久拢无来啦，害阮内底这查某囡仔吼，大家拢想甲黄生气，你知唔知？啊，无法度，我最近哦在无闲，啊，在无闲跋大家乐哩。哎呦，啊你搁讲跋大家乐哦？啊！恁兜遐好个，你搁甲人跋大家乐要创啥啦？啊，毋拄来赢钱，迄阵啊，毋着真晦气。哎，小主意啊，你实在有了解我了着。哈，我即个人哦，到普通时着解烦恼，我的钱哦，藏无路，啊，搁惊我的钱哦，臭布啊，咸生菇。啊，我开始咧跋大家乐，我着直直烦恼。啊，烦恼讲啊，若搁我赢着，搁钓着，啊，我毋知要安怎呢？啊，愈烦恼愈死哩，逐期都钓。一天到晚，我都干那为着这钱烦恼到安尼啦，袂食袂困的啦。哈哈，哎呦，周公主啊，你的人话咧古锥阁心塞，啊钱都咧伤济啊，啊都大家都莫甲博得好，啊你都何必咧博来得好烦恼？哎呦，这世间哦真歹讲啊，有钱的人都有钱啦，啊有钱的人博大家都阁有那直直赢安尼啦，啊这善良人哦，安尼下死命要博赢拢博袂赢安尼啦。哎呦，足奇怪啦！啊你吼、哦，周公主啊，你着归去买博就好，啊你那着何必来博，甲来伫咧烦恼咧？我卖博是袂要紧啦，但是钱着惊叫赢去哩。哈、啊，钱惊人赢去？哎呦，无这是啥物意思呢？我那听无啥有啦。无，我即摆意思就讲，我甲赢赢来吼，好野人当地干那我尔哩。啊，我若无去甲伊博，毋都叫别人赢去哦，加几个好野人出来哩，嗯，安尼毋都失我面子嘛？哎呀，吼、哦，原来是安尼哦，哈哈哎呦，真正哦，周公主啊，够拍算，够拍算，哎呦，吼、哦，你是惊人讲比恁周家较好个，嗯，安尼讲也有理，讲也有理，拢甲赢赢起来，啊，莫让好野人来竞争。啊，煞毋知，哎哎哎，这个。大家好，这个秀主意啊，阮这个心肝婉清呢哈，婉清姑娘吼，可能吼、哦、周公主啊，你久无来吼、哦，为着你伫咧变修息呢，最近吼、哦，拢安尼面色青黄呢，啊唔饮唔食唔困呢，啊，敢有影安尼？真诶假？过外几拢无来啊咯，我袂我暗出乱去啊。哎呦，唔是安尼啦，我唔是咧讲遐啦，我是讲哦，过外个拢无出来接人客啊啦。安尼哦，安尼真好真好。今仔日我来吼，我拄专工要来甲你谈条件，要带转来去啊，无爱互伊上班啊。以后哦，唔免阁会点只陪人客啊。小主意啊，哈哈，周公主啊，我决定哦，要带婉清啊转来去做我第四个妾姨啊。哎呦，好咯，那这唔好，欢迎哦，带转去啦，哈、啊，好好转去甲疼惜。嘿嘿嘿嘿，啊是讲吼，周公主啊，嗯，啥物代志？我一个查某囝，我自细汉就安尼甲培养甲遮大汉吼，投资袂少呢，啊，遐拢免讲啦，开一个介绍啦，看该爱偌济啦，嗯，安尼呢啦。歹势啦，讲着钱都歹势啦，袂要紧啦，钱的都有，钱的都便，啊都我都啥物都无，都钱较济尔，好安尼呢啦，安尼我无客气啦，啊无吼，安尼啦，1000两，唔知伤济袂，买啦，1000两呢啊，即期大家都钓的，互你还够剩的啦。安尼哦，真实的哦，哎呦，啊是剩偌济，无剩的当新刷，无问题，剩的刷新刷。哎呦喂啊，周少爷，你的人足好诶哦，哎呦，周公主啊，你是好人哦，感谢哦，感谢。好啦，唔免甲我感谢啦，
小主意啊，当时人要把我带回来去，你若钱到位，人先再把我带回去，安尼哦，有影有影安尼，安尼好，一言为定哈，你答应我，唔通甲我到时啊吼，才去拜面哦。哎呦，唔敢啦，唔敢啦，啊无安尼一言为定啦，好，一言为定。我要带欢庆姑娘，等下做我的第四个小姨了。这几年来，我替伊赚遐尼啊济钱，伊还阁袂当满足，伊竟然将我当作摇钱树，人都毋是物件，伊要哪样个无我应准，将我随随便便都来卖人呢？小姐，今即马嘛毋是你伤心的时阵，你爱赶紧叫迄个狄少爷想办法啦。伊若有办法，都袂予我踮遮咧受苦。最起码哦，小姐，伊嘛是爱讲，看伊是毋是有法度，通我摕一千两银出来甲你赎身啦。咱虽然袂用个入因兜哦，啊，毋过咱嘛会当伫个城内来租一间厝住啊。袂哩，细欠伊边若有一千两银咧？伊是人的囝呢，凡事拢袂当家己做主啊！哦，安尼是要安怎啦？敢讲哦，你真正要嫁予迄个周少爷做第四房的小姨婶呐？陪你，会是我嘛不爱嫁伊，我。来讲在你这个时阵呐。特赦欠拄好对外口面来到位，特赦欠非常的欢喜，看伊一个入来到地，笑头笑面。婉清，婉清啊，我要来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婉清，婉清，你哪伫咧哭？无什么，赦欠是什么好消息咧？我是要赶紧跟你讲，阮阿爹已经答应我的条件。我阿爹讲，只要我若去赴考，若是会当高中状元呐，我就会当来娶你。如果我若失败者，我就无法度来娶你个。细谦，你是讲你若是中了状元，就会当将我娶进门阿心？毋是，我讲毋对。我阿爹意思是讲，最起码我爱中着进士。啊，中进士？嗯。一明年。噶毋是台币一年，明年的八月，算起来我阁有一年的时间通去准备啊。细谦，你敢有把握？考试的代志，啥物人都无把握。但是为着你，我必须要去试看卖呢。但愿命运的神会当来帮助咱。完成，请你阁等我两冬。我若考掉进士，咱就会当永远毋免分开。要若是万一失败为者，就当作咱两个人无缘嘛。细谦，不管等你爱多久，我拢愿意。只是是甚物代志？哎呦，狄少爷，阮小姐无时间通啊听候你啊啦。人迄个周少爷哦，伊用一千两银要甲阮小姐赎身啊啦。啊？什么？周少爷，伊出一千两银，
要甲婉清赎身。嘿啦，真实的。是。婉清。世间，你要去倒位呢？既然那个是安尼，一千两，我要回来去甲阮阿爹参详。我要摕一千两银来甲你赎身回来去。既然阮阿爹都答应我，我想，伊绝对肯出一千两来给我甲你赎身的。我要回来去，完成你等我，我马上随来。世间，你是来对我太好了。世欠，阿爹是当时安怎答应你的？我是讲你若中到禁书，你才来甲我讲要甲完成赎身的代志啊！阿爹，因为即摆情况危急，若无赶紧甲完成赎身出来，伊随时恐惊得向袂去酒家个。也你敢毋是甲我讲，伊真爱你，伊会等你啊？自然啦、啊，伊既然爱你，伊就会设法啦。阿爹。阿爹，现在婉清伊根本身不由己。哼，如果伊若坚信要对你，伊就家己去想办法解决。也卡输伊难等你，这款荣华追求的查某，你也是两杂私心。阿爹，好了好了，你免阁讲啊，要该小心，除非等你中着禁书才来讲，若无断言明讲。阿爹，阿爹。阿娘，阿娘，你哪会拢点点啦？你哪会拢唔爱替我讲话啦？阿爹唔肯提钱出来，我甲婉清来赎身。那呢，婉清姑娘，伊真正落入周少爷手头。迄个时阵，我就是高中的进士，有啥物路用呢？唉，细欠嘛，你唔通来见怪你的爹亲。伊本来就无赞成予婉清入门的。啊！今天伊会来答应你的条件，已经是上界大的让步啊呢。阿娘，无论安怎样，你一定要甲到说法，你一定要甲帮忙。你唔免烦恼，来，阿娘只有500两银，你紧摕去，这是阿娘所有的钱。唉，无够的吼，你家己只好想办法啦啦。哈，阿娘。敢那500两银咯、哦！婉清，我敢那有500两银，后手还阁欠500两银，唉，我唔知是要去倒位啊，去走中这500两银倒好。世间。太为难你了。讲起来，我足感激的。世间，你莫烦恼啦。这几年来，我家己原好欠一寡西客钱，差不多有200两。后手，还阁欠300两银。要无你将这业款破烂甲珠宝，甲伊摕去斗烧天啦。啊？婉清，你世间这些首饰，你摕去变卖。如果还阁不足1000两银，你就去找侯少爷帮忙。咱的熟识是侯少爷伊介绍的，我相信侯少爷可能会来帮忙你。婉清，为了我的世间。现在竟然用尽着你所有多年来欠落来的西客钱，又搁将着你一寡贵重物件拢总甲卖了了，我于心何忍，于心何安呢？西客，你讲这要创什么的？为的，将来我若是得你，有好日子通好过，遐个手续是算什么？等你若得到功名，衣锦还乡的时阵。再过来买给我。唉，
只怕你若是做到大官了后，就袂记得我杨婉清了。婉清，请你相信我，如果我若来辜负你，我就不得好死。细欠，我相信你就是，为什么你要咒诅呢？我爱你放心啊，特细欠不是一个薄情人，绝对袂来辜负你。婉清，我也足感激，我一定要认真来读册，好好啊来考试，求取功名，报答着你予我一点的恩惠。细欠，婉清。人讲皇天不负苦心人，特赦欠最后将会当如愿以偿。当前赛照多照甲一千两，自安尼来甲着杨婉清赎身。杨婉清也从此了后正式来脱离开着蝶梦楼卖笑的生涯，将有有情人成为了眷属，因的中间有了美满的结局了。但是因两个并未当正式公开来做伙，因为特赦欠伊本来就有一个原配，再加上因老爸本来就无赞成伊甲婉清姑娘的斗阵，所以特赦欠也唔敢公然带婉清倒转去德家。伊暂时住婉清，该安置在杭州城的郊外所在，和贝姨来陪伴伊。现在因两个人已经会使讲是要斗阵啦，会当来去自如啊。伊若想要来找婉清，伊就会当来。婉清姑娘，伊存着感谢的心情来伫对待着世谦，伊一方面感念着世谦的恩惠，所以伊加倍来温顺，为着世谦的前途，甲因两人中间的未来幸福，伊时常都是鼓励着世谦，希望讲世谦功名寸进，会当功耀门庭，一方面也会当来安慰着德老爷的期待。世谦。婉清，你定会走出来找我，阿爹若是知影，一定会受气。婉清，今仔日我是伫咧读册时阵，规个头壳内全部想你的面影，我拢读袂落去，我毋才走来找你。细欠，你爱忍耐哦，你爱认真准备明年的考试。阿爹有讲过，你若是要带我正式入门，一定你爱功名寸进，所以你袂使为着我来分心。你一定爱加倍来努力，那无我会足伤心。婉清，多谢你的鼓励，原谅我。人我实在足想你的，找头拢袂落去，才走出来找你个。你放心啦，我特赦欠绝对袂辜负你，我会为着咱以后的幸福。多等下去了后，认真拍拼读册，吼、哦。细欠，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特赦欠果然真听婉清姑娘的话，伊多等下了后，将我下定了决心，开始认真苦读。无多久，八月考期到了，特赦欠经过着一年的苦读，算是心血也无来白费。过当年，这个乡试，伊着顺利来通过，中得了举人。接着就是讲爱去参加这个会试，会试地点是在京城举行，所以这一年呐，伊准备要去上京赴考。伊当要来离开着伊婉清姑娘的时阵，两个人一对啦，经过着了奋斗，也如今才会当来斗阵做伙苦命鸳鸯，离别将军在即，依依难舍。这个时阵，婉清姑娘忍不住已经目眶红红，双眼烧到目屎干伫目睭间的所在了。世间，婉清，我真欢喜耶。婉清，我要来去。我要上京来去赴考，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关头。你既然欢喜，为什么你在流目屎呢？
细欠，我是流着欢喜的目屎。元清，原谅最近的一段时间，我拢专心伫读册，无闲通来找你。你会原谅我袂？袂。出去，我来去京城来参加复课，爱互你等真久。明年就是会试的时间，如果万一我若考无调，就爱搁等，一日等，反正两等、三等，反正四等。唉，我是足唔甘来离开你的。细欠，你放心，无论爱等待偌久，我会继续等你。只要你无将我放好袂记的，我就心满意足了。婉清，听你这句话，我足安慰的。这个那是上惊，如果那是幸运的，当一句声明呐，我得爱留点的京城来任职。迄个时阵，我会赶紧派人来接你来去京城来团圆。万一运气那无好，万一那是考无调呢？我有那同款爱留点的京城，等三年了后，搁再重考。所以咱这回分开，唔管我有考到无考到，咱拢爱分开真久。但是你放心，最适合我无法度该放袂记哩，袂放心的人就是你个。细欠，你免烦恼我的代志，做你安心去吼。唔管你去偌久，我拢会等你。我会永永远远等你，只是你千万唔通来辜负我这片的心意。细欠，你爱时时刻刻来想着我。婉清，我伫细欠绝对袂甲你放袂记哩。我手抓互你听，我若甲你放袂记，我就死无葬身之地。讨厌，你又搁伫手抓，细欠。我信任你就是嘛，我希望你就回去，明早会当接我去京城。你走了后，每一日对我来讲，拢是非常的漫长。我也是同款，我会尽量赶紧来接你倒转来去。我若走了后，我会留一笔生活费用给你。万一伫这一两年的时间，我若是袂当。倒转啊！接你来去行城，你有啥物困难，你才叫飞鱼啊去找我阿娘。阮阿娘伊上疼我，伊会为我设法才对。如果日子若是真正歹过，无你着要求阿娘接你倒转去府中，知影无？我知影，你免搁再讲啊，细欠。我真希望你会当成功，早一日来跟我团圆。你唔通一日去到拢总无消无息。恐惊你若是倒转来的时阵，我已经消失伫这个人间啦。婉清，你若袂讲这款话，你讲安尼，我是免那行开脚就好。细欠，请你原谅我。我即卖只是心乱如麻，我唔知你若是走了后，我甲你一个人是免啦，继续过来活落去。婉清，你一定爱等我，你爱为着我好好活落去，知影无？今日你我会上京赴考，想要求取功名，拢是为着你的幸福。遇到一两年的相思，换得百年的相处，这是有价值的，咱拢爱忍耐。你敢真正袂来辜负我？敢讲爱过我，就算予你听信。唔免，我相信你。唉，最第四予我袂放心的，就是惊讲万一我走了后，你的养母，伊会阁叫你倒转去蝶梦楼来上班。细欠，你甲我想做是甚物款人呢？我好不容易会当来跳出迄个火气。我今日过会搁再倒转去想，何况即摆我已经是你的人啊！我有讲过，
在世是你的人，死了也是你的鬼。婉清，世间，婉清，世间。好啦，你唔能够伤心啊！你笑一下，好，笑笑。婉清，我甲你讲，你会记哩？你姓杨，你的名叫做婉清。杨婉清就敢那是春天的杨柳，永远遐尼青翠。我以杨柳甲你订约，后年杨柳青青的时阵，也都是咱团圆的日子。真是的。历史欠住安尼，开始上京要去赴考了。杨婉清伊每天都是对天伫咧祈祷，盼望着世欠会当成功。日子一天经过一天，春去秋来，冬天到了，接着春天又过到，转眼经过一冬后，花期的时间也已经过去啊。婉清伫这段时间中，拢总无接到世欠的消息，但是伊一点啊都无怨言，因为伊知影世欠正在为着功名伫咧苦读，伊无时间。伊盼望讲伫这个会期时间经过了后，会当得到好消息。事不料，天不从人愿，完成又惊啥所传达的消息，听人伫咧讲，讲世欠落地了。完成就想讲世欠落地了后，那安尼，伊一定是何等的伤心甲痛苦。伊在想讲，世欠可能会叫人提批倒转来给伊。离别这一年外，伊拢总无收到世欠一张批半张纸。但是现在世欠的考期过啊，虽然不幸落地来讲，完成伊同款无怪伊。完成现在只是盼望讲会当得到伊一批半信，但是一天等过了一天，一日又搁等过了一日，世欠无消息倒转来。完成姑娘甲着贝儿，因小姐查某甲两个人，在这年外中间坐只山空，会使讲有支出无伫咧收入啦。时间到到第二冬，因的生活已经渐渐成了问题了。小姐，咱李翁啊已经空空啊了，啊，第三爷留予咱的钱已经开了了啊，但是要安怎？唉，贝儿，自从世间上惊啥，去到即马拢无音无信，状元又搁考无掉。不一定是伊心情歹，才会拢无消息，也无寄钱倒转来。贝儿，咱还阁等，我有信心，我相信世欠伊绝对袂来反背我。等，敢一直要等，还是要等到伫当时啊？小姐，我看你也是死心啦，无定着哦。狄少爷伊一日去到京城，啊，沉迷落去，早就已经将你放袂记啊！即马上较重要就是食饭的问题啦。小姐，狄少爷伊要上京去赴考的时阵哦，伊有交代啦。伊讲万一哦，咱的生活若是有问题，啊，叫你去找迄老夫人体。我看到这来啊，唔通搁再考虑啊啦。咱来去找老夫人，啊，若无对今仔开始哦。咱的腹肚都拢爱合起来安尼，哎，袂用的，袂用的，贝儿，世欠，伊有我的存在，伊就会主动叫人送钱来。既然伊若个将我放好袂记的啊，咱搁去找老夫人，敢毋是加真无面子？我袂用做这种的代志，贝儿。咱搁较委屈一下，搁等看卖咧。嘿，
现现无食袂用的啊！安尼咱无食，敢袂用的心呐、啊？哦，巴肚枵死啊！小姐，你敢知我巴肚就枵的了？袂哩，明仔起，咱来胖细一步，较艰苦咧，多一个三顿饱。哎呦，小姐，啊你是手无白鸡之人呢？哪有我都通做迄种粗重的工课啦？袂哩，如果你若是袂堪的艰苦，你用得走。小姐，你唔通误会啦，我唔是袂堪的艰苦，而且我嘛袂晓你啊现实讲即句来离开你哦。那呢，袂哩，你得听我的，明仔起，咱两个较艰苦咧。好啦好啦，要艰苦就大家来艰苦啦。特少爷哦，你着较有良心的哦，你唔通放下阮小姐，那无哦，你会袂好哦。特少爷哦，紧寄钱来哦，无巴肚是外枵咧，无是会无饭通食哦。特少爷，你有听无？杨婉清甲着伊查某囝的背义，孤苦无依，生活困苦，自安尼开始来过着了芳西织布卖布的生涯了。两个主仆，两个人每工都是自透早做到半暝，过顿工才有一顿青菜豆腐，煮一碗糜啊，伫咧度三顿。因的生活过去真正哩那艰难。就在伫杨婉清最伫困苦的时阵，来讲有一天。这个叠梦楼，迄、那个老苍头啦，煞非常的意外来出现找伊婉清姑娘。哎呦，婉清的啊！哎呦，啊你哪会在做这个织布的工课？哎呦，一个水水的查某囡仔，啊做这个粗重的工课。哎呦，恁母啊，看一个心肝吼，实在有够酸哦，有够唔甘哦。好啊啦，好啊，大家都起来啦，唔通做啊啦。妈妈，今仔日你来找我，有啥物代志咧？哎呦，啊，就安尼啦，我就安尼外口听人伫讲吼，讲你安尼，即久啊吼，真艰苦伫咧过日子，阿母吼，啊咧听着袂放心，啊，赶紧来甲你看卖一下啦。多谢你。哎呦，他母阿囝做遐久啊，咧客气。婉清啊，啊，自从你吼安尼来嫁予这个特少爷啦，当其时哦，恁母啊也真赞成啦，想讲安尼无定你嫁特少爷，你会足幸福啦。也想袂到讲吼，啊，你现在生活会变甲遮尔啊凄惨。啊，这讲起来吼，拢母阿罪恶啦。啊，毋是安尼尔尔哦。自从你若离开这个叠梦楼了后吼，我有过去吼，啊去买一个吼做梦主啊的姑娘倒转来啦。啊，我吼安尼用心计较哦，像我较早咧栽培你同款，我伫甲芳伫甲芳安尼，伫甲教吼，啊想讲要甲栽培哦，亲像你遐红安尼啦。结果吼，啊愈芳愈教愈乌啦，倒落敢若芳袂红就对啦。啊，一间店的生意都敢若乌甲安尼，人家伫咧散去安尼啦。即摆吼一落千丈哦，到你滴的时阵哦，真正哦拢袂比的哦。哎呦，生意加外歹了，恁母要走路咯，你敢知？妈妈，你用个搁再栽培别个查某囡仔，别个姑娘来替你赚钱啊？无法度啦，世间哦要找几个亲像讲哦，按查某囝你安尼，人水，啊佫哦安尼巧巧啊，啊佫气质好，诗词满腹来，哎哟，这实在吼有影啦，歹找啦。啊，婉清啊，啊妈妈是咧想讲吼，迄个特少爷吼，啊听讲上京赴考，啊拢无转来，啊佫也无落寄钱转来互你生活，哎哟，哪会安尼遐残忍安尼？这个人看到安尼遐外表斯文，啊，他安尼心肝遐尼咧雄安尼，啊，是讲这查甫人哦，恁祖妈看足济啦，大家查甫拢同款啦。啊，这款的查甫人哦，你茫阁等啊啦，人诶吼、哦、去到京城迄个繁华所在吼，反正早就甲你卖去你啊啦，你知唔知？婉清啊，今你吼即卖生活遮尼啊艰苦啦，吼、
也你唔茫阁安尼戆戆啊等啊啦。你吼踮伫蝶梦楼迄边遐济冬啊，查甫人个性情你有哪了解啦？倒一个有情个吼，拢也是同款啦，野心气骨啦。所以较早人讲了无唔对，讲痴心女子负心汉。所以吼，唔是讲我咧讲伊歹话啦，母也是爱你好。我看吼，你爱痴心啊啦。妈妈，今仔日恁若是专工要来讲世间个歹话。要来重伤世俭者，真实的，我无爱听，请你倒转去。哎呦，戆查某囡仔，啊你真正还阁袂晓想？哎呦，伊若真正吼，还阁会记你吼，伊敢会真正甲你放外外，无管你的生死，还互你踮咧伫咧做即落艰苦的工课呢呐？你想看卖咧啦，较早吼，完成诶。你踮伫个蝶梦楼吼，妈妈是安怎伫咧甲你疼惜哈？惊你寒，惊你热，安尼芳烧芳冷，敢有人吼像恁母安尼对你遮好过？啊，你个日子敢莫讲亲像今仔遮艰苦？婉清啊，听妈妈个话啦，我看吼，你也是倒转个蝶梦楼啦哈。较早吼，安尼伫对你遐一挂公主爷爷吼，哎呦，定定啦来就要找你哦，啊来就问起你的代志呢。你敢知影？你即摆若搁转来蝶梦楼吼，你人气有哪同款，一定遐好，咱店的生意吼，就规个搁再闹热起来啊。哼，讲来讲去，你也是为着要趁钱。